晒娃秀幸福什么的也不是男星们的专利，瞧瞧女星张婷手机都还充着电呢，都不忘秀一张儿子的旧照。虽说是一个月之前的旧照，但是照片当中张婷儿子斜着眼睛看向镜头，嘴角隐约还有刚吃完食物的痕迹，可爱又犀利的模样的确萌化了一帮网友啊。娱乐新天地综合报道。